大家好啊，今日好开心介绍精工嘅 Pisage 限量版。我哋叫佢咧就纸醉金迷，个颜色好靓嘅表面。呢只表面嘅颜色嘅灵感来自天空嘅黎明时分。两只表面咧用紧日本嘅麻叶图案，象征住咧成功同埋成长。而入边嘅渐变嘅紫蓝色嘅色调，代表住咧天空嘅色调。而它入面用紧嘅玫瑰金色嘅刻度同埋指针，灵感来自穿透阳光嘅光芒。讲一讲个规格啦，呢只用紧 6R64GMT 嘅自动机芯，动力有45小时动力显示器嘅。咁 size 系42mm， 蓝宝石水晶玻璃镜，日本制造，有100米防水。标的咧都印有 S 个精工图案。透视底都有一个保险扣，另外一只简洁啲嘅版本啦，系39mm 嘅，咁望落去个表面都好靓好闪啊！6R35呢只有70小时动力，比之前嗰只咧储链量高啲，咁个蓝宝石水晶玻璃镜啦，都系实心钢带，有埋保险扣，透视底个扣位都好扎实嘅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呢只咁靓嘅手表，入边个表面真系做得好仔细，好靓。咁就有个超送价俾大家嘅，每款咧都系出2000只嘅限量版，香港翻货数量好少嘅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我哋铺头上嚟睇下实物啦。今集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